看得比较过瘾啊，他呀，不同于一般的女人。吴大嫂，我们先走了，都头你麻烦你啊。真是谢谢你们，你要不要紧？好吃的烧饼啊，烧饼，热的烧饼呢？那你武大郎娶了一个会唱歌的老婆哎。 天珠唱水长流，快乐的不得了！哎，今年看完了，打成这个样子，嘿嘿。西门大人，太感谢你啊！哪里哪里，本官虽京师去，特地回来向您辞行。你要去很久吗？ 精神。等等呐！废话少说，是不是机会来了？不而已。哎呀，你就不用谦虚了啦。这一代的人呐，谁不知道今不用太见外了啊？没错，这有句话说，一回生像上回一样。 碰到那些地痞流氓的骚扰，那金莲姐啊，你何必为这种人委屈自己？误了，金莲，说啊，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啊，不过这药方也开得太烂了，怎么治得好人呢？这药，说不定是你们奸夫淫妇。 吓得住！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把这……大王，怎么了？大王啊！哎呦，我是怕到时候啊，你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哟！哦，对对，不要过来！你不可能一个人杀了我哥哥！ 谢谢西门大官人，小的就是粉身碎骨，也难以回报啊！爸，是吗？武松要判死罪。哎呦，那是当然的了。你回去吧，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大官人，我真后悔，那天没先杀了你，再杀西门庆。